圣和夫语录中说道，我站在一楼，有人骂我，我听到了很生气。我站在十楼，有人骂我，我听不太清楚，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。我站在100楼，有人骂我，我根本听不见，也看不见。一个人之所以痛苦，是因为他没有高度，高度不够，看到的都是问题，格局太小，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。放大你的格局，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。